话。这条歌词不能好好，你就一直在改改啦呢。本来就是啊，你都无我去安排，讲叫我陪你唱山歌，唱这条哦，咱袂输咱两个人是真如同款，迄大街小巷这尔啊真侪人，叫我叫你拢要看咱，你知无？迄看咱哦，表示当然我欢喜啊，表示感觉咱两个男女朋友啊。我这样看了，要去行啥所在做歌吼？你等我到地方吼，唔敢去街市行啦。这个天气已经渐渐变暗嘛，你啥人倒着去啊？妈呀，我好不容易，啥物人咧丢人啊？丢你老母啊！你是耳朵有问题哦啦！我讲丢人，丢人，丢人，就是救人的生命意思啦。啥物人咧丢人？你平去看下哦啦！为什么呢？我这人唱的袂歹啊，看到我盖赞啊！你这人看了怎无正经？我要后边的，后边那两个人头，那两个更加无正经。哎，那两个对小妹的错啊！你真假笑呢？什么假笑？哦，我咧假哭的啊！啊，你若是哦，而且假笑假哭，你看无？看到兄弟，哼，兄弟，真的哦，都还袂断呢啦，看就知影。哎，你这无礼貌，啥物袂断呢？我你讲。真心的毛鬼，放你变数啦！你家己变变数的，啊！你家己变数，我来放，给人放出来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变数。嗯。我那看你嘛知，三个菜的青菜比你较大肚，哪有可能要走？啊不要，大肚你怎么无你咧惊你哦？干嘛咧？干嘛咧？气话。我来气话。哎，你是谁？乖，就是你。你在跟我，我又不会跟我，一直跟我讲，我是你笨蛋。
想不到那位姑娘，伊的个性本来就好，无像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哪袂输一个好爸母共款。无看伊囡仔怎会安尼起脚动手，你着卖再见怪，是我甲你回信的。为人实在便是有言，既然听说你要上京城户口，以你的才智，我相信以后一定有关可以的。对啦，就是小姐你很体贴，既然冰水相逢，在此地算讲是一见如故。若有这个机会，我当在庙为官。有这个机会，到你的家中去拜访你啊，当然嘛非常欢迎。只要有机会，欢迎你来阮家，拜好招待伊哩。有机会啊，无机会啊，免去啊，免去啊。你这个小小点，免唔想。你这个讲什么无机会？我免做，我无机会啊。是，我是讲无机会去你家，就无。你哪话白讲啊？我一定会登门拜访啊。哪呢？我等你的好消息。那我时候无早，我准备回转咯。是我奉上咯，请。我来带你的大姐，到时伊就是你的，就是我的，是你讲，我知影，其实我甲你讲，我今晚看你看起来吃安尼，我就知影你哪个小弟哥，小弟哥，什么小弟哥啊？啊，那个是男主播哦，风流的，我听你讲风流不是下流啦，做风流就丢丢啦，就讲一句就是你小我阿姐啊，就丢。别安尼讲都歹听啦，哦，要听就叫狗讲狗话啦，安尼来全讲听，安尼你是倒个事，我处理。我来去等啊嘞，你莫再讲讲我安尼做个代志啊！我是想我，但你是你想啊？你加考吧，想你我是拼啊，我说你啊！你也看差不多的啦，别个查某一直看你看，你是捌看过哦？要手机要拿出来，即摆啥啦？厝内底无大啊，无天无地啊，要当作我有意见啊咩？当然嘛是当作你徛在我身躯边啊！啊对啊，我徛在你身躯边，我就跟伊个查某来轻轻跑，我不敢来，袂输甲伊个面，伊恁两个敢若男女朋友同款嘞，袂输甲伊是恁某嘞。啊，你是讲错未哈？讲错啊！奇怪嘞啊！你哦，别人在你身上哦，食你的豆腐，你还不要紧，你一直给我骂。拄只要对方多留了，再救人性命，爱把嘴只大血一直给我看，当然我嘛给你看倒转来，这叫做交流啦。啊，我把嘴嘛只大血，我嘛一直给你看，爱给我看。我考试的时间要到，我要去户口啊。我到底是谁？我来救你一道啊！万幸啊，我到，我带你我赶快。你考电话，考你爸你来。好啦，我会在外口等你啦。不要哦。是我是不好用的，头家啊，淡薄难分的。反正我真可怜啦，要不我身上无查的钱，拢叫你开完啦，我已经无钱啊。你无钱啊？你的钱摕出来啦。你哪里啊？哈？啊，你这个要去坐高铁吗？没有，坐高铁啊？你去高雄吗？你阿哭？不是你阿哭啦。啊，我都有。你阿聊，我坐在家啦。坐在家，你阿聊哦，你阿聊。我想你骗死他哦！你那里啊？还骗我呀？我问你，阿伯啊，哦，你这可怜的，来真的不爱钱好你啊？出来，真多钱。我来看你真可怜，这钱怎么来倒上啊？要不是要钱，我要好你啊，我全部拢来收到的，叫你安怎？你有的村民，我是一个乞丐人，我腰两三天拢无食，收食好心，伊开钱要满足我多三顿，谁让你搁收倒倒去？收倒倒去，当然我有充分的理由。人第一讲就要你不听，诋毁计无义，你面相要当作欢喜。想要当官的人，这人就是曾经做过歹人放火、歹人浪费的代志。
我写爱情批，阮家无地址，阮家住山顶。